此事你这是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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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哎，你看，这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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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
贤弟，好亲事啊，好亲事！还愣着干嘛？快答一个！臣自是，这是好事啊！是啊，哎哎，好事，好事！臣自然，此心不能接。啊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 小女自幼缺乏管教，行事顽劣不堪，自妾归家以来，读书不行，习武不成，女德没有，口德不修，妾本欲严加管教，奈何她目无尊长，不服管教，妾怎敢对田言有所欺瞒？若少商非我子女，如此心腹嫁我成事，妾也绝计不会答应。 若换做程氏其他女娘，能得到陛下垂爱照拂，我们程氏也深感荣耀。陛下，少商好勇斗狠，妾担心若真嫁给凌将军，日后会酿出大祸，连累程氏全家性命。陛下，这门亲事绝佳，只是少商他自己。 配不上。程爱卿，陈夫人，所言当真吗？此事不怪小女，臣与内子征战沙场时，将她留于家中。 难免疏于管教，是我们父母失职。自古家丑不可外扬，妾也想给小女留些颜面，怎奈她委实不堪重用。林将军，你与小女相识十日尚浅，她看似乖巧通达，实则巧言是非，行事鲁莽。 程娘子，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如你母亲所说那般如此不堪吗？回陛下，我阿母所言句句属实。 臣女这般品行，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，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将军？是啊，圣上不如
收回成命。你说什么？想不到啊，真想不到，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胜，将自己的亲女贬得一文不值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全都城的女娘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胜，可偏偏程家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，不知道是程夫人用心良苦，还是子胜令人家心生惧意啊。三弟慎言，此事攸关皇家颜面，陈将军还请三思而后行。那个要是不嫁凌不疑的话，嫁我也行啊。这个程娘子与我倒是挺配的，她粗鄙不堪，我放浪不羁，我俩才应该是一对儿。说什么呢？混账东西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陈氏，君无戏也，朕今天向你提亲，诚意已表，你敢当众拒婚，你这是辱居龙颜啊，你祸连家族啊。此事朕容你三思后再回答。臣违背圣意，罪该万死。臣愿辞官，携亲女离开都城，绝不碍陛下眼。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放肆陈氏，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？来人呐，陛下。陛下息怒，陈将军也是一时情急，容他们再想想。陛下，陛下，林将军文韬武略，武艺不强，少壮时就立下赫赫战功，是全都城小女娘们日思夜梦都想驾驭的郎婿。只是臣女自知，这般的林将军，臣女是匹配不上的。知县在华县，林将军为救我，险失一臂，后来在屠高山又为救我，旧伤复发。他对我恩重如山，只是今日突然提出要求娶，真当是令臣女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。但有一件事，我阿母做得对，便就是如实相告。臣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，粗鄙不堪，又经常惹是生非，不懂得体谅父母，更不会顺从郎婿。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，臣女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：林将军，您日后寻得的心腹，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。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，想必你也不知，在我眼里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。林将军，陈夫人，莫打断我说话。世人都说，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。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，在战场上不输男子，可在战场下，您也跟陈将军伉俪情深，可见夫妻各有不同。
并非皆为世人所想那般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、最好的。他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子胜此生非他不娶。好，说得好。陈娘子，既然此胜一绝，你呢？你不用看他们，他们今天说了不算，今日由朕为你做主。纵然孝道再大，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。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只管说出来，朕倒是要看看谁还敢斗胆反驳。臣女无需他人决断，只听自身。臣女愿高攀林将军一次。哎，好。哎，陈娘子啊，这桩婚事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承的，一诺千金啊！日后谁要是再敢反复，朕定责不误。谢陛下。谢陛下恩典。好。是，还不谢恩呐！臣父谢陛下恩典。好了，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哎，来人！哎，又怎么了？陛下啊，是豫昌郡主，八成是听到林将军定亲了，昏过去了。看看这些小女娘，成何体统了？啊，席还没开呢，就喝多了。哎，我说呀，真该让她呀去成秋宫，好好的学习学习规矩。啊，是。子胜，起来起来，快快起来。今天真高兴，陪朕多喝几杯。啊，钟婉欣，一起同饮。